邦减盐30%特级生抽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回来，找我有事吗？没事，我回去了。盒子还得等我。现在连爸爸都不叫了吗？我也想想你下午你说到我们一家人要一起做的那些事儿，但我现在迷茫了。我们根本就不是奔着那个方向在走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知道外人怎么说你的吗？外人怎么说重要吗？我们一家人根本就不会再坐在一起吃饭了，对吧？站住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想对我儿子干什么？稀客，我没想干什么，我只是想让我儿子叫声爸。你不配。你怎么能这么无耻？用我大哥的死挑拨我们家的关系，现在又到处散播谣言。用童童的身世来做文章，满足你自己的私欲，周志宏，你还是人吗？你现在满意了，你痛快了，可你有没有考虑过俊俊的感受？我后悔，我当初为什么没有看清楚你？我为什么没有跟你同归于尽？看到了，这就是你妈在外人面前闲云野鹤，在我面前就是这一副疯样子。我怎么在一起吃饭？我怎么和她在一起吃饭？你别人伤害儿子，是你在伤害她。你们谁在意过我了？谁在意过我了？你们竟然能闹成这样！你们竟然这样没有感情，为什么要追加我？我恨你们！赵志宏，你听好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不会让俊俊再来你这儿了。你以前开公司给人家送礼行贿那些事情，你别以为没有人知道。你儿子知道。你要报警吗？你疯了。
大家都去找彤彤了，我也再去找找。你在家好好等着，啊。阿晨，阿晨，彤彤这孩子容易冲动。你说他要是……他万一去找赵志红，他却认他了怎么办？啊，就是死了也没脸去见大哥。那也是他自己才能决定的事情。三叔三婶，找着彤彤了没有？没找到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会继续找的。彤彤这个孩子虽然平时吊儿郎当的，但他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的。我会继续找，一定把他带回来。辛苦你了，小曼。是。小曼，你看今天恶因中恶果呀，还是把你们卷进来了。三叔对不起你。三叔，您别再说这些对不起的话了。可你爸的死到底是我们造成，这件事三叔我难辞其咎。你别说了。三叔，你昨天来工作室找我之后，我一直很纠结，我很犹豫，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参加股东大会。后来我想到，其实当时我刚从北京回来的时候，就遇到过当年爸爸的主治医生，他跟我说，爸爸当年的病情其实已经在恶化了。他跟爸爸说过很多次，让他应该住院调理治疗，但爸爸每次都说厂里忙，不能丢下厂里的人不管，厂子需要他。过阵子，再过阵子，他再见到爸爸的时候已经是一周以后，爸爸被送去抢救的时候。其实我对你们是有怨的，我想过很多次，如果当年没有发生那么多的事情，那爸爸是不是就不会那么早离开我们。但我记得他跟我说过，过去的事就应该让他放下，人不能总往回看。爸爸当年为了厂子付出了那么多，这些年来吉方能走到现在也是你们付出了很多努力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一起守护吉方。但是当务之急是先找到彤彤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哎，小白啊，放心吧，我一定把他找回来。柯远还在外面等我呢。啊，你们注意身体，千万别着急。我是心疼我哥，
要不我来开？你怎么了？你倒是说句话嘛！我没事儿啊。你不是想吹玻璃吗？我陪你去吹玻璃吧。赵俊，你实话跟我说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你最近状态一直都不对。我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就是公司的事有点烦。今天不回工作室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好好约会，好好玩。陪着你。好，你陪着我。吃吧，都是你爱吃的。怎么了？这么好的菜，不对你胃口？多大的事儿？嗯？多大的事儿，你还至于这一天就这么闷闷不乐的？你师父不说过吗？那天塌下来了，你也得往前看啊。周叔，哎，你们回来了，家里怎么样？还没找着彤彤。这孩子虽然吊儿郎当，但是内心挺敏感的。你说这些孩子，这都怎么了？这是，这个也是在这窝了一天了。他们，要不你劝劝他。熏彤的事，明天再找。但有些事情，你总是要面对的。你的话，他听。小满，钱不多，我接着凑。三叔三婶年纪大了，积蓄不能被掏空。给我点钱，就想把我打发了？都是因为我，才变成今天这样。都是我的错。周一剑，你给我记好了，你这辈子都欠我陈小满的，所以你得好好还。我要你开开心心的，健健康康的，从过去的阴霾里走出来，把那件事忘掉。爸爸去世，其实
不存在到底是谁气死了他。当时他的身体一直不好，病情也开始恶化了。可是我那天确实……爸爸走得早，没有爸爸妈妈陪伴我长大，这件事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遗憾。那如果大家总是要旧事重提，这董云氏一直在我的伤口上撒盐。小满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这件事不怪任何人，你、三叔、三婶，你们都是出于对我爸爸的爱，所以主动选择把这份责任承担下来。这么多年了，一直压得你们喘不过气，现在是时候该放下了。我从小就知道，爸爸最希望你这个徒弟传承他的衣钵，所以他才会一直对你那么苛刻。了解他的，如果他还在，一定希望你好好。长大了，内心这么强大，这还真是我没想到了。可能是因为他曾经离开过吧，才没有在这个漩涡里面陷得太深。他也不希望你们陷得太深。哦，我陷不陷那只是土埋半截的了，但是我听他说是跟你学的呀。这我可不如他。这段时间还真得谢谢你啊。依靠在雨过天晴的窗台，看窗外找了一整晚，累了吧？心累，感觉心里坠坠的。静静徘徊，不惊扰你的自在，就让独白安睡在心中深埋，哪怕一切到头来无岁月记载，也至少不会。在北京的时候就觉得商场上那些尔虞我诈真的很荒诞，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没想到回来也是这样。不是说你的心也累了吗？我把你的心也一并背了，睡会儿吧。所以再长的等待不感慨，只要你明白，我明白。怎么样，迅彤，还是哥哥们仗义吧，你这一招呼我们俩就过来了。怎么着，有什么想法？你叫了20多年的爹，突然有人跟你说他不是你亲爹，
你交了20多年的姑父，我突然跟你说他是你亲爹，你有什么想法呀？虽然现在陈晚峰不是你爸了，但是你现在手里还有吉峰的股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主要是因为你姓陈，你要是没了这个姓儿，你算个什么呀？哎，哥哥们跟你说的都是实话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钱是真真正正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，我告诉你，你要现在还不赶紧把疾风捏在自己手里，再慎一段时间，等这风再吹一吹到你手里啊，也就只剩下穿堂风了。勋童，你现在长大了，你应该知道妈妈的良苦用心，对不对？这徐总从陈家陆续给你倒出来这些股份，他为了什么呀？啊，这到你手里不能浪费了吧？还真是没错。我跟你说啊，只有这个才是亲爹。嗯。彤彤，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呀？彤彤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啊，你别走，你不能走啊！你听妈妈话。你干嘛？你说。妈妈跟你道歉。让你受委屈了，这件事情我跟你爸爸希望你一辈子都不要知道，这是我们上辈子人的恩怨，不应该让你们来承担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我现在在外面被他们各种指指点点，说我是个杂种，什么陈家大少爷，可笑。你说你当年带个杂种进陈家的时候，哎，你就不怕别人抽你脊梁骨吗？你说你不愿意让我承担，我20多年叫的爹，现在不是我亲爹，你让我怎么办？那我现在跟谁叫谁爹啊？叫那个张志宏是吧？我以后见他是不是得说，爸爸啊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你不许胡说！我告诉你，你只有一个爸爸。这些年都是你爸爸一个人替我们挡风遮雨。妈妈在最难的时候，是你爸爸拉了我一把。儿子，咱不能对不起你爸爸。你可以恨我，恨妈妈，但你不能恨你爸爸。儿子。你听见没有？别动我！只要妈妈还活着，你就只有这一个爸爸，他叫陈晚峰。儿子，你说这话！儿子，陈俊峰，你别动我！儿子，陈俊峰！哎，作孽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谁让你幼稚不幼稚？我不幼稚，你不是要保护我吗？
你不是不让别人欺负我吗？你自己欺负算什么劲儿啊？赶紧回去了。我不回去。说了你没听到？你就是这么耽误我哥的。我不是你哥。你就是我哥亲哥。从小爸妈什么好的都让着你，全部都给你。你觉得他们是在乎那点破事的人吗？陈薰桐，他们就只是在乎你。是你懂什么？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看不上我吗？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他们亲生的。结果别跟着我。陈薰桐，我看不起你。在家待着多无聊啊，不如过来帮我忙。哎，你晚上想吃什么？小童，你来了。我啊，这谁打的啊？你他妈小孩啊！你告诉我怎么着？行了，陈俊彤，好好给我站着。金嘴，我弄他心情不好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看看，你不回家再给我砸东西是吧你？啊！家里人多担心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在你这暂住两天，我马上就走。给我打扫干净。凭什么？你以为你摔的是谁的东西啊？别跟我耍小孩子脾气。谁小孩啊？你不是小孩，个人造孽个人担，不是小孩给我收拾干净。陈薰桐，两个选择：一，现在把这收拾好以后住下来；二，现在马上走人。姐，他凭什么说我？扫吧，扫。给他一点空间。不麻烦，一点都不麻烦。三叔三婶，你们放心吧，有什么事情我会第一时间跟你们说的。你们早点休息。今天累了吧？心疼我那些东西。家的事情真是越来越乱了，不想把你牵扯进去。但我也不想让你一个人独自面对。我现在都想不到这件事情后面会怎么发展。我不了解这整件事情的每一个人，但我一定会陪你，把这件事情所有的刺都拔掉，
至于他们心里的刺，得靠他们自己了。那疾风的刺呢？不问你，感觉像回到了北京的时候。只要我心里没谱，我就想问你。发生这么多事情，首先一定要给股东们一个交代。除了股东之外，厂子里面的人也绝对不能乱。这个时候出问题，很容易落人口实，被人借题发挥。那明天我先去一趟厂子，然后股东那边。老方法吧，挨家挨户的找每个股东谈，重点是不能让赵志宏抢先一步。先垫一口，我订了一个餐厅，待会儿咱爷俩好好吃一顿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说，没关系。想说什么就说。我就是想知道，你当年为什么要抛弃我妈？这个问题。同样问了自己20多年，我答不上来。我想告诉我自己，当年穷又下岗，养不活你妈，但是这个理由我说服不了自己。我也知道，我今天同样说服不了你。但是你妈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，没有之一。我发誓，我真的不知道当年她肚子里怀了你。我如果知道的话，彤彤，我绝对不会。我不会认你当爸爸的。等一下，我想提醒你啊，也许陈化峰从来都没有拿你当过亲生儿子，他眼里只有陈小满。你现在长大了，要为自己的未来早做打算。如果想通了，你就回来，我可以帮你拿下季风。我们家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。Thank you.
我在呢。躺好，发烧了你。若子，别走。你发烧了，我给你拿药，马上就回来。别走。马上就回来。哥子。起来，把药吃了。发烧了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来，把药吃了，快快起来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来，坐，坐。水，来，水喝了。烟，烟药啊。干啥？你谁啊？陈老板，在我那儿进材料的尾款该结了吧？什么材料？什么尾款？我不知道啊。装糊涂，拿给他看。货呢，已经签收大半个月了，尾款迟迟没结。我们也是小本买卖，资金也不好周转，别让我们难做嘛。去找那个叫赵俊的，让他带你们去账号上取钱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陈老板，你可别忽悠我，你是公司法人，又是大股东，我不找你找谁呀？再说，你们公司账户上还有钱吗？我再说一遍，谁签字找谁去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好吧？哎，陈老板。今儿你要是不给钱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松开！我不松开！松开！别给我钱！来啊！别动手啊！你谁啊？帮你们解决问题的人，借我看看。有公章，哎呀，有公章，有签收日期。陈总，这账你可来不了啊！帮谁呀你？自己不可以畏惧，当我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顺心，我该何从又该何去？当我再一次梦到你们身影，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从前般哭泣，学会控制了情绪，又懂得一个人在这世界里面对狂风骤雨。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，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，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，连空气都
想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，我愿意在这里从惊喜把你们的一点一滴揉进这蓝色里，这是你们存在过的痕迹，也是你们留给我的轻轻的手拥抱我。